摇起来！欢迎大家来到乐山乐水乐在其中的四川乐山，同时还有一位新伙伴要加入大家，让我们欢迎曾可妮。Hello， 欢迎欢迎欢迎。Hello， 大家好。Hello。大家现在所在的餐厅就叫做大厨小卫。这也得鼓掌。这也得鼓掌。干嘛？干嘛？你们在干嘛？这是什么密室逃脱？是不是？要不要吃点甜品？有什么甜品啊？冰粉和凉糕。哦，好啊，好啊。是不是就是翻砂红糖？对，请服务员给大家上四川特色甜品冰粉和凉糕。哦，冰粉和凉，这个是冰粉，这个是凉糕哈。怎么回事啊？我没吃，我没吃，我话都没说。你们知不知道妆发对一个女艺人有多重要？已经打成什么样了？他们狂击你的头是不是？我这么早起来弄头发，你们给我搞成这样。武艺，武艺两个字，对，语言能力者，语言能力嘛，歌手不就是把字唱成歌？画起来，画起来，家家都张灯结彩。这个时候不要再在我跟武艺之间纠结，你选错了，到时候我们就完蛋了。反正我觉得达达和我是队友，我和达达，我跟你说，达达我是绝对会选的。我真的愿意相信迪哥。反正你们会后悔的，你选他吧，你选他就会后悔。他是坏的，然后他只是把正确的答案说出来而已。啊！迪哥，不会我们两个是好的吧？好。你是想把我撇出去是吗？你其实也没有，我现在首先得把我自己搞进来。好，梅开三度。苏兄，咋了？心里是否有些答案了？哦，对了，我刚刚那个线索是这个。你不觉得似曾相识吗？我拍照永远都是剪刀手。谁不是啊？我所有的照片基本上自拍都是要这样。我马上搜一张没有这样的，快点。武艺哥该不会是他名字是两个字吧？他是不是告诉你你有两个队友啊？
从一开始就告诉我了。这个是不是早就知道？因为达达所有的声调都是二声，然后武艺的名字是两个字。啊，这个太挺过分的哈。那至少现在你跟达达现在不是一个阵营吧？也有可能，但是有没有可能就是导演组故意把我们两个阵营分得很开，看似好像我们不是一对的，但其实是一对，这样增加难度。我觉得他们不会那么高估我的智商。欢迎大家来到四川乐山，今天也是我们吃货达人打卡吧的最后一次录制，我们的导演组有一封战书要交给各位。什么意思啊？如果你们挑战失败，你们将接受本季以来最恐怖最刺激的惩罚，反之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将接受这个终极惩罚。这点我有点心动。准备好了。这个车里安全。耳机线，挑战失败。这什么？姚景元，跟冲冲鸭换一下。什么？你画的是什么？嘎嘎嘎嘎嘎嘎嘎，这是什么？买一样的，还是说他买了这个，让我们买别的部分？游戏失败了，你们之间可以说是毫无默契，你们并没有达到全员一致，所以这一轮的免罚名额还是一个。不是今天会一直都这样吗？太恐怖了。既然你们这么用心地做出了一个最恐怖最刺激的惩罚，那你必须把你们搞进去。